很高兴可以看到 Selina 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。我们请工作人员先帮我们把椅子稍微挪到旁边一点点。大家有看到吗？ Selina 本人真的比电视上还要可爱很多耶！而且大家看到你第一句话应该就想说，皮肤怎么会这么的白皙，而且这么透亮？不知道你其实大家都知道，超级巨星应该有一些异于常人的保养方法。今天可以请 Selin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好，我平常很注重的就是皮肤的保湿。因为皮肤就是干的话，女生很容易有细纹、啊。真的耶。然后你出油也都是因为你不够保湿，会一直出油。所以我觉得保湿非常重要。对。我在保养品很注重保湿之外，我觉得化妆品也是可以兼容保湿的东西。什么？你保养品可以保湿也就算了，我是第一次听到连化妆品都可以保湿。对，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强力推荐的。真的耶！大家听到这边，应该女生都心动了，因为其实很多女生，只要到了秋冬的时候啊，其实都很容易因为干，然后就会发浮粉，就是补太多粉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开始干裂脱皮，这是很多女生最害怕的。那所以今天呢，因为刚刚 Selina 跟大家说要分享一个很厉害的秘密武器，对不对？就是连粉饼都可以保湿，是什么样的粉饼呢？我们今天好像这块粉饼又来到现场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一下这一块神奇的粉饼。好，是这一块吗？好好的，我们的那个兰蔻彩妆大师呢，帮我们拿出来。Selina，你刚才说的这个粉饼，其实就是能够压得出水的粉饼，对不对？我自己本身有用过，它真的是很保湿，好厉害哦！而且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个小实验？对，因为其实今天呢，我们大家很多观众朋友都有听说，最近真的有一个粉饼是能够压得出水的。什么叫做压得出水？因为其实大家看到这个粉饼好像都是干的，但是好像在你拿出海绵的瞬间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大家看到水分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用力抹了几下之后呢，最神奇的可能出现了那个水。可是这样好，这样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，有那个水痕，就真的是可以压得出。就是在我们的粉扑这边，我们给指一下，我们用力几下，我们就毛起来给它用力一点，因为灯光比较强一点，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粉扑周围粉的边边，居然有深色的。也曾出现粉的周围还是有深色的，那就是粉。真的好厉害啊！在这边，对，我们请也请 Selina 可以拿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什么叫做压得出水的粉饼？这个粉边，其实呢，边边居然有水痕哎！你们这么低，会不会拍到我下巴？下巴接近脖子的部位？后面就不用拍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觉得 Selina 的每一个部分呢，是大家都很喜欢的。好，我们也请。Selina 帮我们看一下旁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真的好厉害哦！好，我们麦克风先稍微拿开一点，我们再请 Selina 帮我们拍几张。这个就是传说中可以压得出水的粉饼，就是兰蔻最新的光感奇迹保湿水粉饼。好的，好，我先跟 Selina 稍微换一下位置。好，我们也请 Selina 再稍微拿一下，让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捕捉一下。好，这样 OK 吗？后面小姐，你是一只镜子。来，左边，来左边，来这边抱来 Selina。来右边，右边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待会呢还会有更精彩的画面，可以让媒体朋友们再来补拍。好的，这只是其中一个。在接下来呢，其实大家除了看到 Selina 皮肤这么漂亮之外呢，应该还想要知道，Selina， 那其实你觉得女生想要变漂亮的话，除了皮肤一定要好好保养，像秋冬很注重我们的底妆部分，对不对？那除此之外，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想要分享？还有哪一个地方是你觉得个人女生一定要注意的？我觉得很重要就是眼妆哦，因为眼睛是传达你这个人整个人的灵魂的，真的耶，的一个器官，所以我觉得眼妆也很重要哦。真的，我今天要推荐。眼妆其实能够展现出你个人的便利，对不对？所以 Selina 个人是觉得睫毛膏的部分，睫毛膏很重要，真的。我今天要推荐的呢，就是大，没关系 ，OK， 我请 Selina 稍微往前面站一点点，可能就还好了。好，对，就是大眼娃娃，就是我之前有拍的，哦，就是，眼睛会很大，像洋娃娃一样的防水睫毛膏。那这睫毛膏好厉害哦，因为我没有看过那个你拍的那个照片，你眼睛就像洋娃娃一样放大将近两倍。
对，睫毛膏不仅本身的那个纤维，就是可以让你的睫毛本身增长，对，然后它也防水。所以其实很多女生心目中幻想的就是要一支能够兼具浓密、纤长，而且要非常卷翘的睫毛膏，对不对？要像娃娃娃一样的感觉。所以你刚才有提到的这支睫毛膏叫做娃娃大眼防水睫毛膏，应该就是传说中就是老师现场前面的这一支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就是这一支。好厉害呀！因为其实呢，大家有看到这一支外面的花纹就跟别人的睫毛膏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它有玫瑰花的味道在里面，还有玫瑰的香氛，而且它的大小就是刷头有大有小，所以上下睫毛都可以兼顾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咱们刷头，大家有发现它前面是细的，但是后面是有点胖胖的，是锥形刷头，能够兼顾到所有女生每一个细小的睫毛。那当然，其实刚才Selina有说，一拿出来大家就闻到玫瑰的味道，那是因为里面有玫瑰的精华香氛在里面，能够让你在刷睫毛膏的同时，让你眼睛做 SPA。可是听说今天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实验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再做一个实验。好，那所以要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还有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要赶快帮我们仔细的捕捉这个精彩的画面，因为我们兰蔻的彩妆老师居然拿出了热水，因为其实女生最在意的就是睫毛膏要有效果之外，还要能够防水。那既然这个睫毛膏是传说中最防水、拥有终极抗 UV 配方的睫毛膏，我们这一次直接拿热水来做实验。哎，这个实验恐怖喽！因为接下来呢，我们兰蔻的彩妆老师直接拿出了兰蔻的娃娃大眼防水睫毛膏，刷在假睫毛上面，然后泡在水里面。好，我们也请 Selina 可以拿着搅拌棒，我们请老师帮我们拿杯子，然后请 Selina 帮我们拿搅拌棒，把它轻轻的搅一下，神奇的事情就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。好，来 Selina 看一下镜头。好的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Selina 手上的那一杯水发生了什么厉害的变化。睫毛膏还在，睫毛膏还在 ，Selina 刚才也觉得好厉害哦。好，我们请 Selina 帮我们看一下左手边的媒体朋友。好，这个就是传说中拥有了史上最防水、终极防水抗 UV 配方的娃娃大眼防水睫毛膏。兰蔻的这个睫毛膏也让 Selina 的眼睛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够放电。冬天到了，这个就是传说中你连泡温泉都可以刷的睫毛膏。什么叫做泡温泉都可以刷的睫毛膏？就是连热水都可以防，就是这一支很厉害的睫毛膏。好 ，OK OK， 好，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时间可以再让 Selina 来好好的让媒体朋友们来捕捉一下。不过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支睫毛膏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会想说，会不会每一支睫毛膏其实丢到热水里面都不会晕？没有关系，我们兰蔻的彩妆老师拿出了一个别家品牌包，就像墨奶一样。不能让大家看到是哪一家品牌。好，拿出别家品牌，其实也是市面上卖的还不错的，也是号称很防水的睫毛膏，可是我们刷完之后丢到水里去。天哪，我看到这个水，这是墨汁吧？越来越黑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两边来比较一下，马上就可以比较出来了。好酷哦，真的很厉害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呢，我们也透过这个 Selina 简单的这个小小的实验，让大家看到 Selina 推荐给大家这个睫毛膏绝对不是一般的睫毛膏，是非常非常防水的睫毛膏，对不对？好，真的好厉害哦，好厉害。